反正好 CP 哇，怎么突然间这么多人？晚上好。稍等一下。晚上好，三妮，欢迎来到UM 工作室。晚上好，我是龙二。晚上好。嗯，什么升级了？晚上好，二胖。晚上好，黄蒲什么？那个字我不认识。这次不是回放，这次是直播。啊，黄浦岩，岩，这个字我还没见过。上一下，你接上一下。晚上好，爱情不可能的可能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雷雷。那稍等一下，我这个左下角这个口袋里边现在还没放全那个商品。还是放那个爵士乐那个，这个有点很闹的。晚上好，小莫，现在都上完了是吧？
对，新款还是非常多的，现在一共是121个产品，我说比以前的话大概是多了20多个吧，差不多。晚上好，热烈的小草。晚上好，开水。好久不见了，你好像好长时间都没来了。戴这个眼镜会不会特别傻？晚上好，诗和远方。今天呢，咱们还是老规矩，然后现在上人上的挺快的，大概5分钟吧，就已经140多个人了。然后今天呢，还是一样会介绍商品，也就是最近新上的一些款式。打了一天的游戏啊，想看46号的灰色是吧？稍等一下，46号的灰色，46号是什么？呢子夹克。稍等一下，114号棉服用完了，114号棉服，混线棉服是不能用，还有一个混线棉服，现在还有一个，然后那个热烈的小草能穿吗？这个？对，这个你是能穿的，114号的棉服。46号试衣间现在没有。46号的话，最好就是配西裤或者是牛仔裤一类的。但是有一个类似的，就这一款呢，是跟46号的形状是一样的，只是颜色不一样。所以你可以看这个，它的款式以及它的感觉，然后你就能知道46号是什么样的，大概。这个跟46号是一样的啊，它是羊毛的，纯羊毛的一个外套。这个是高码。裤子的话，最好就是配牛仔裤或者是西裤，因为这个衣服相对来讲还不是那么休闲，其实它还是稍微有一点商务的。啊，那个不是你的码是吧？那不是你的码的话就没有了，那是最后一个。我直播还是挺尴尬的，其实。然后今天还是从121号开始讲吧。今天，121号是今天新上的一个毛衣，这个毛衣是。学院派的几何图形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毛衣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毛衣，它的前边的几何图形是这样的。优惠券上面，等一下直播间里面会有优惠券，所以等一下如果大家想买东西的话是，可以领优惠券再买，那样的话就比较优惠一些。
这个衣服是121号的毛衣。大家看吧，这是正面，然后这是后面。这个毛衣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这个白色，还有一个是黑色。这个毛衣也是比较知性的，就如果戴一个眼镜的话就非常学院派，有点哈利波特里边哈利波特魔法学院的感觉。双十一的抽奖抽了吗？双十一的什么抽奖？双十一的抽奖都已经抽完了呀。对，这款的感觉还是非常学院派的，所以它的名字就是学院派的一款毛衣。它这个毛衣另外一个颜色是黑色，我相信咱们现在直播间里面有一些是从抖音过来的，到这个现在有这个店铺的，所以你们要是新来的，我也是正好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UM 工作室。坚持抽奖总是会抽中的，所以这个我觉得你不用太着急。这是这款毛衣的黑色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方块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它后边也是跟前边是一样的，都是这种大方块几何图形。对，即便我已经介绍两年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是不知道的，还是在尽我所能的去进行推广。所以这是这款毛衣，这款毛衣是121号。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款学院派的毛衣的话，可以到111号去看一下。然后我这边正在设置这个直播间的优惠券，等一下直播间的优惠券上来之后，大家就可以领券购买了，会有很大的一个优惠。什么群啊，就是抖音里边的那个自己建的那个群，我先把这个衣服脱了，今天有点热。大家如果想了解几号的东西的话，可以直接在公屏里面打出来啊，就是你可以直接在公屏里面打出来几号，然后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介绍，以及穿在身上的效果什么的。然后新来的朋友记得关注一下 UM 工作室的店铺，就是不是本人这个号，是 UM 工作室的那个店铺。然后也希望在 UM 工作室能选择到令你心仪的东西。马甲是有的，马甲现在都是羽绒马甲，都是羽绒的这种马甲。比如说这个就是其中一款的羽绒马甲，就是非常饱满的一个马甲。晚上好，小星星。
啊，对，优惠券上了啊，对，优惠券现在已经上了，大家可以点击领取那个优惠券。这是这个马甲，这个马甲是马甲是多少呀？我看一下，好久没见了，有心想，最近是很忙吧？想看88号是吧？88号。丝棉马甲，丝棉马甲是，稍等一下，哎，家里好热，啊，已经快去实习了是吗？丝棉马甲是，我这是一件没有，但这个仓库是有的，嗯，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图片里的，图片里的效果也是非常真实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120号，咱们就直接从上到下这样介绍。120号是一个另外一款棒球系的教练版的羽绒夹克。这款夹克呢，它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橙色的拼接，一个是灰色的拼接。忙着实习，准备去哪儿实习啊？买了一件羽绒卫衣，有加绒的卫衣，没有羽绒的卫衣，是打错一个字吧？这个是120号的羽绒夹克，棒球系的教练版的夹克。这个夹克呢，它还是非常保暖的，但是它的出入量没有那么高，所以说它介于非常厚和非常薄之间，它既保暖，然后又不失那种夹克的感觉吧。这是这款羽绒夹克，120号。到下边呢也是可以抽的。大家可以看到它领子的位置是这样的，它的特点呢是它的肩部位置，它这个肩部位置呢是有一些宽松的，所以就算是你练得非常非常壮，这个是完全能 hold 住的。对，这种领子穿上之，不是这种领子吧，它穿上之后就会显得很帅，因为它很高嘛，对啊。如果脸很大的话，就直接可以把你的脸挡住。就是这种感觉。那么这个衣服呢，它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这个橙色的拼接，另外一个是灰色的拼接。喜欢这种橙色外套是吧？对，橙色给人感觉还是比较活泼的，还是比较活泼阳光的。它另外一个是灰色的，另外一个灰色可能相对来讲就显得比较沉稳一些。然后现在呢，右上角是有优惠券的，大家现在是可以通过领这个优惠券去购买，因为这个优惠券只有在我直播的时候才会有。所以大家想买什么东西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是不要错过。差点错过直播是吗？你是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？灰色没有吗？另外一个是灰色啊，120号。所以灰色跟刚才那个橙色穿上的感觉是一样的，只是颜色不一样。
然后这个是一间现在没有灰色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图片，如果喜欢的话。这是120号，大家如果喜欢哪一款的话，可以看那个左下角啊，左下角这个红色的口袋，红色的口袋里面有现在全店的所有商品，喜欢任何一款都可以打到公屏里面，然后我会给你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。下一个是119号，这个119号是昨天刚上的，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，就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羽绒外套。双十二是有活动的，亲们，双十二的活动是跟着官方走的一个活动，当然我们自己店里也是有活动的，所以到时候是会重叠在一起。活动图我会在12月份的时候做出来。我看7号应该不行，7号，对，121号刚介绍完，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学院的那种毛衣。然后这个是双十二的活动，就是12月12号开始到14号，一共是3天，这是119号，黑白点缀的，这个黑白点缀的一个图案的。对啊，二哥家的裤子还是很好看的，不是裤子好看，衣服也是好看的，所以我觉得会有很多能够适合大家的东西。这是119号，这款衣服呢非常的厚实，然后它是白鸭绒90，含量是90%，90%的充绒量。这个衣服也就是穿上之后会特别饱满，就会特别的保暖。双十二也是像双十一样的活动，也就是双十一，你看啊，双十一、双十二，然后是双旦，双旦完了就是第二年就是春节，春节之后就不知道了。这是这个颜色后，它这个形状也是一个夹克型啊，就是比较短的款式，然后这也是能抽的。这款就是穿上会比较雅痞一些，我感觉是会从感觉上看的话是比较雅痞一些的。双旦是圣诞节跟元旦，这两个节日不是挨在一起的吗？这是这款羽绒服，这款羽绒服很保暖，所以要是家住在北方或者是比较冷的地方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羽绒服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右上角是有优惠券，大家可以领这个优惠券购买我们家的商品，它这个优惠完了之后这个折扣还是蛮不错的。对，这几天又出了几款嘛，奇遇哥。接下来这个是118号，118号，它这个你们可能离远看的话可能看不出来这个上面的图案是什么，但是要是离近看的话，我看到它是至少4个颜色混在一起缝制了。然后这款衣服的材质是羊毛，就是羊绒的夹克，
所以要是对衣服有比较高品质的要求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还是蛮不错的，因为它是很多商务人士吧都比较喜欢羊毛，羊毛又非常保暖，然后它还不是那么厚。这是这款羊毛的小夹克，还是挺短的。所以大家要是对这个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到这个链接里面去看一下。另外是啊，右上角是有优惠券，想买什么的话自己可以去领一下优惠券，这样的话会给你省不少钱。大家在我直播间里面也是可以随意去聊别的东西的，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也会比较活跃直播间的气氛，不然一直听我在这讲衣服的话可能也挺无聊的。对，裤子也是上了两三款吧。118下一个117，117号的这个是这是一个大衣，这是一款大衣，这个大衣呢非常的长也非常的大，这款衣服能穿到280斤差不多，它的长度大概到膝盖这个位置，因为我的1.74米的个吧，1.74米的个，然后它这个长度刚刚到我的膝盖这个位置。我也是想吵吵闹闹的，但是我闹不起来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的一个缺陷吧，要是我觉得我要是能把这个直播的气氛给聊起来的话，我觉得那应该是个本事。然后这个大衣呢穿上会有一种欧巴的感觉，就是比较韩国吧，这个感觉。这个衣服也是羊毛的，通身都是羊毛的，这个非常大。所以如果它这个里边要是再配一个围巾，然后再戴一个毛线帽，这样的话就比较有意思。所以大家要喜欢这个大衣，或者是对大衣有需求的话，可以到这个117号链接里面去看一下。对啊，除了介绍货的话是可以聊一些其他方面的，就是主要还是你们想听什么呀，你们想听什么的话就往你们想听的那些事情上面去聊呗。想听我的故事啊？我没有什么故事啊。什么故事都行啊，那我们讲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还是想不太起来有什么故事能讲。我呢去过很多地方，然后在很多地方生活过，然后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，然后觉得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就逐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人。糗事还是挺多的，其实
糗事太多了，我觉得就是让我讲想单独想起来什么糗事的话，我可能还想不起来。但是确实糗事非常非常的多，因为我的一句话在深圳买的房，以前不是不成熟啊，觉得人都是从不成熟到成熟吧，都是一个过程嘛，对吧？他买房了是吗？恭喜啊，这是一个好事啊。看一号的微库是吧？一号的微库是哪个？你稍等一下，这个小姑姑。这是一号的微裤，是黑色的。这个微裤是一个小脚微裤，然后这个微裤穿上之后呢，跟图片上的感觉基本上是一样的，但是我现在这个位置要穿裤子的话可能看不太出来，所以我现在我觉得人家还是很帅的，不要这样。这个裤子的脚位位置是这样的，松紧的，穿上还是很舒服的。这个微裤它是运动，特别特别的运动感，运动感是非常强的。颜色是灰色的好看，灰色比黑色的好看，我觉得是因为灰色它会能把你整个腿的形状啊什么都显得比较性感。你好，然后讲115号，115号这个是今天新上的一个微裤，这是115号。这个微裤呢，它好看的地方就是它前面有个小飞机。不知道大家对我夏天的东西有没有了解过，夏天的时候出了好几个小飞机的这个衣服，然后现在呢小飞机有这个裤子了，这个微裤，然后这个微裤呢它的材质也是非常好的，1.7米的个子的衣服裤子，1.7米都可以穿啊，我就1.7米多一点儿，然后它的这个腰的位置也是非常可爱的，因为它辅料的位置也是非常可爱的。这个裤子之后穿上之后也非常的好看。我最喜欢的是它这个小飞机的位置，灰色那个一号的裤子，那是我试衣间没有灰色的，现在不好意思，这个老婆你可以看一下图片行吗？因为那个这个飞机这个是115号，
飞机这个是115号。是今天新上的这个飞机小飞机的裤子，我是强烈推荐的，因为这个裤子它真的是方方面面都非常的好。就是115号。还是大家要是看好左下角口袋里的任何一款的话，都可以在公屏里面打出来，然后有的话我会给你们做非常详细的介绍。另外的话，左上角是有优惠券的，大家在我直播间购买的话是会享受到这个优惠的。对，115号链接，没错。晚上好，小兵。然后109号，下面要讲的是109号的毛衣，这毛衣是非常可爱的。新的毛衣吧，110。紧还是松的，这个是这样的，你要是想要正好的话就买正好的号，要想稍微紧一点的话就是小一号，但是它正常的码来讲的话就是比较正常的，它不属于宽松的，它也不属于紧的，要是想要松一点的话就买大一号的就松了。要介绍的是这个毛衣，这个毛衣上面的这个小人儿是非常好玩的。去看一下，这个属于软毛。晚上好，没名字。这两天还上了一个眼镜，这个眼镜呢也是这个基本上一样的这个眼镜。这眼镜框一共有4个颜色，43号。对，这个是，对，这是43号的眼镜框。然后这个眼镜框呢，一共有4个颜色，
这是其中的一款是黑金色，而另外有一款黑色的，纯黑色的，也是非常好看的。这个是纯黑色，这是纯黑色的。纯黑色的这个戴上之后就比较年轻，看上去。黑金色这个可能就会稍微的有点年龄感吧。然后另外两个颜色，茶色框啊，这个就是茶色框，这个是茶色的，茶色框，就是它框的这个位置是茶色的。这是这个45号的眼镜框，所以大家要是喜欢这款眼镜框的话，就可以加到你的购物车里面。近视眼的话，就像我这样就行了，戴隐形眼镜，然后外边戴那个框，或者是直接找一个眼镜店，然后让他按照这个框给你做镜片就行了，还是挺简单的。晚上好，亨利。所以你们近视眼的话，平时都是外戴的眼镜吗？我反正一直戴的都是隐形眼镜。对啊，我戴的是隐形，而且我隐形戴了好多年，到现在已经十好几年了。眼睛会往外凸，所以这是我比较害怕的一件事，所以就一直戴隐形。戴隐形你还是得去熟悉才行，戴两次就行了。我最早的时候戴隐形还得照镜子戴，我现在就不是了，现在直接就能戴上去，什么都不用看，就是形成习惯了。眼睛凸出来是回不去的。要直接做手术。不是日抛，戴的是月抛。戴的月抛，虽然戴的是月抛，但是我的镜片基本上是四五天就丢一次，四五天就丢一次，因为月抛的镜片会比较厚一些。接下来对 CP， 你是美术老师，美术老师经常接触于颜料的话，的确是我们在隐形眼镜，戴隐形眼镜容易要会感染吗？这个是糖果系列的羽绒服啊，荧光绿，穿上之后会非常的亮，也非常的年轻，看上去。
非常轻的一款，这款啊，但是它的充容量也是非常够的，就是它看上去很饱满，但是这个衣服又非常的轻。贴心，我怎么贴心了？就是这个糖果系列的羽绒服，这羽绒服呢，它有四个颜色，有这个荧光绿，还有橘红色，还有黑色和白色。我们还是橘红色。就是这款橘红色，然后这个帽子是这个糖果系列的帽子。整个这个糖果系列它都是颜色能对得上的，组团去做近视眼手术能不能打折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他那个有团购吗？不过我知道现在好像做近视眼手术还挺贵的。好多人都做过近视眼手术。随便拿吧，就是这个灰的嘛。然后羽绒夹克。就是非常干净也非常整洁的一款。这个前面吊牌还在。对，现在名字前面已经多了一个龙二家，就是你们都是龙二家的。这个衣服有两个颜色，然后它也是，是灰鸭绒80%繁绒量的，龙二家就是这个龙二家，能看到吗？这是这个羽绒夹克，所以大家要是喜欢这种简洁的羽绒夹克的话，可以到这个链接里面去看一看。它的里子也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它里子是橘红色。大家如果喜欢哪一款啊，可以在公屏里面打出来这一款的编号，我给你做一个详细的介绍。
再等接收一百号，一百号睡衣啊，小熊睡衣这个是家居服，有。一百号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家居服，然后它前边胸口的那个口袋上面的小熊是能够卸下去的，然后那款只有一个颜色是灰色，那个里边压的就压在最底下了，所以我就对，那个是一整套的，没错，它是上衣和裤子是一整套的。接下来这个也是一个羽绒外套，这个羽绒外套呢也非常的保暖，它外立面是有一层涂层的，所以它是三防的一个面料，然后它特别的白，看上去非常的干净。然后它兜的这个位置是透明的，就是手放进去之后是可以放到，可以看到手，里面放什么东西的话都是可以看清。这个羽绒服呢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这个白色，另外一个是黑色。
但是现在穿上之后也会显得人比较魁梧一些。对，星之光是小心。专属并不是这样吧，其实所谓的卖家秀和买家秀差在哪儿，主要是差在设备，拍照的设备。你比如说我去年的时候做店拍照的时候就不专业，拍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普通，但是现在的话拍的可能就看上去质感什么都非常好，就是因为设备好了。这个设备，这真的就是钱花到位了之后，随便一按都是好看的。对，就是设备的原因。这个设备有很大很大的原因。我之前没买这个闪光灯，但是我现在买了闪光灯之后，就是整个这一套灯都买完了之后。它整个就是什么，那些都是还好吧，我觉得我的吨位应该跟贾玲差不多吧。肩没有练起来，这个衣服是你可以约上你的好朋友一起出去下棋什么的，这是自带棋盘。另外一个是黑白的。
但是人可以培养气质啊，人可以培养很多东西都是能培养的。我觉得一个人的魅力，我觉得更多可能会体现在所散发出来的气质吧。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。我对于那种，其实我对于所谓的就是长得特别好看呀、啊、什么什么的，这些不是我第一个看的东西。我会比较看这个人照片后的感觉，也就是这个人整体散发出来的气质非常重要。有的人你看可能是相貌平平，但是他可能从某个地方走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哇，这个人好有气质。就是不熬鸡汤聊什么呀，刚才不是有个人说吗，不要让我一直讲衣服，那我就能，我除此以外能讲的就是鸡汤。就是这个谋衣啊，大家要是喜欢这种奇幻值的话，就可以去这个谋衣的链接去看看。你们真的觉得我长得好看吗？你都说，但是我要说句实话，我是真的从来没觉得自己长得好看。可能我记得我原来直播的时候说过这个话题，说完之后底下就好多人都在说凡尔赛凡尔赛。因为人的习惯照镜子的时候，他一直看的都是自己的缺点。这款是我们的牛奶卫衣，穿上会特别的乖巧。而这个颜色大家能看到，这个颜色是绿色。这个是我们牛奶系列的卫衣，为什么叫牛奶系列呢？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丝滑，另外呢，它就是身上没有任何的整个外立面，它没有任何的瑕疵啊，或者是其余的图案什么的，所以这个就像一个牛奶披在了你的身上一样，所以这一套就叫牛奶系列。打繁体字是台湾人和香港人。可以讲衣服、健身、烹饪、拍戏、鸡汤、旅行，太多了，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讲。要讲健身的话，今天刚跑完一个5000米吧，5公里，刚跑完一个5公里。8点半跑完的。我现在的一个计划就是每周跑3次吧，大概。因为我觉得有氧运动非常非常重要，有氧运动会锻炼你的心肺，会预防以后得心血管疾病什么的。因为我觉得健康很重要，我们没有健康的话，其余都是没用的。不是马拉5000米什么，不是马拉松，5000米只是半个多小时，就是在跑步机上，而且跑非常慢，就只是跑步而已。运动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，有几件事情我觉得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，其中包括的就是健身跟学习。跟读书和学习这三件事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，就是人在无聊的时候更应该去做的是这三件事。我就给你们喝了一碗鸡汤。跑完是有力气播的呀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跑完这个人就没劲儿了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因为人在大量有氧运动之后1个小时之后是精力充沛的，是非常充沛的。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晨跑嘛，为什么要晨跑啊？因为他整个一天都会觉得就是非常
年轻充沛，然后这个做事的效率非常高嘛，最主要是对健康是非常帮助的。对，跑完之后读书这个读书的话是要养成习惯的。这个假如说，就比如说我看书是已经看了很多年了，我看书是我每天听书，我不是看书啊，是听书，我是每天在洗澡啊、做饭呀、啊，或者是在做家务的时候会听一个小时，就是被动的听书。我听的都是跟成功学这种东西多一点，就是那种毒鸡汤嘛。我听这种东西听的多一点。我到目前为止读了有100来本书了，大概已经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形成习惯了。形成习惯之后呢，它属于一种精神食粮嘛，因为是非常有帮助的，我觉得。但是这个就看个人习惯了，我觉得不管怎么说，读书还是非常有用的，它会改变一个人的思维，它会改变一个人的智慧啊，什么都会改变。健身也是有很多好处的，将健身变成一个习惯来，变成你生活中的习惯嘛，这个对人是非常非常好的。然后接下来讲的是这个牛奶卫衣啊，这个牛奶卫衣呢，现在这个是绿色，我们还有牛奶色，还有黑色，还有其余的几个别的颜色。身材曾经特别，我觉得自己曾经的身材有特别好过，是4年以前吧，这身材真的是特别好过，但是现在的来讲就不行了。所以现在的一个状态是一直在维持，就只是在维持而已，就是更多的倾向于真正的健身，而不是为了去追求一个身材这些东西。后来没发生什么，就是觉得上重量上不去了已经。因为那个峰值只能达一次，就是人在特别年轻的时候只能达到一次，现在然后呢，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东西，介绍完之后再跟你们下聊啊。接下来可以跟你们聊旅行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旅行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我基本上这个已经完事了。我基本上已经走遍了半个地球了差不多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见识的。而且我也在几个国家的生活，所以就是体验到了不一样地方的各种习俗啊，各种好多故事。我最喜欢国家是岛国，比较喜欢小岛，某个国家的一个岛。对，中国的海南岛也喜欢。我就是喜欢小地方，不喜欢大地方。而且岛国不是日本啊，我这个意思不是日本的意思，就比如说海南岛啊，或者是冲绳啊、夏威夷啊，或者是巴厘岛啊，或者是叫什么，就这种
小岛我是非常喜欢，因为我特别喜欢沙滩，特别喜欢躺在沙滩上面晒着太阳，然后喝雪碧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感觉。这个是浅蓝色的，就浅蓝色和灰色。国内的海边城市我都挺喜欢的，就是能吃到海鲜的地方。这是这个毛衣，因为我不爱喝啤酒，我真的觉得啤酒有一股骚味儿。我是不爱喝啤酒，我喝不出来啤酒这个东西它有什么好喝的地方，但是说如果要是要那种气泡的感觉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气泡水啊什么这种东西会爽一点。对，尤其现在的海南岛真的是非常漂亮，真的。好多年以前的时候去过一次海南岛，那个时候还是比较，海南岛还没有大量开发那个时候，但是现在的海南岛的话，它已经，我感觉它现在已经包含了包括其他所有岛屿。的美景，它都是再来介绍是我们的这些棒球系列的这些卫衣。这卫衣呢，就是都是拼接的这种设计感和插肩感，它穿上之后运动感是非常十足的。然后这个衣服它的特点就是它的后边，这个后边我觉得这个字在上面还是看上去非常性感，58号。啊，休闲西裤，西裤，58号的休闲西裤就跟图片上的感觉是一样的。我给你看一下这个，但是我要是穿上的话，可能我现在要是这样穿上的话，你可能看不出来这个感觉，但是你可以通过图片可以看出来。它的材质是这样的，我这样拿起来能看到吧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它的腰的位置，为什么我跟要休闲西裤啊，因为它前面腰的腰带位置是这样的，它有一个，首先它有一个是这么一个腰带，然后自己要再系另外一个腰带的话，就是这么一个裤子。就比较成熟的一款 Say Namasaya。 武雄他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他那是印尼语吧。
他应该不是百文化，他是就是印尼人，他们应该是来截屏，然后可能是发到什么地方吧。因为它是充人量90%的白鸭绒大豆包，然后这个是87嘛，然后这个是87号的81号的毛卫衣是牛奶。在北方穿冷吗？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什么？在北方穿是不冷的。刚刚的那个衣服在北方穿是可以的。这个是81号的毛卫衣，是很丝滑的这个。这是另外一部是吗？好，稍等一下。这有点怪。另外一个是恐龙毛衣。Hello, Indonesia. 这是这个毛衣，小恐龙毛衣。晚上好，大佬。这个毛衣还是很可爱的，因为它上面是一个小恐龙的故事。现在整个店里面有恐龙系列的已经有两三件了，都是上面有非常可爱的恐龙的。81号里边是不加绒的。81号那个里边是是正常的。这个毛衣呢里边是可以什么都
不穿的，然后就直接穿的，这个就是比较保暖。我再把121号的今天新上的那个毛衣给大家穿一下，我觉得今天新上的这个特别的好看，yes。这个是今天新上的这款毛衣，我个人啊觉得这款毛衣是非常好看的，再加上这个眼镜，就瞬间带到了哈利波特的魔法学院的感觉。没办法，你看，但是我看的那个短片还是很好看的，打算去看。这毛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这个白色，另外一个是黑色。这个毛非常的舒服。这个衣服它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这个白的，另外一个是黑色的。我在照片里面穿这个衣服的时候，里边配了一个衬衫，就那个这个毛衣配那个衬衫就非常的好看。拒收中通快递，我很想。对啊，大家都看不懂，觉得这是爪哇语吧？是爪哇语，好像就是印尼跟马来讲，印尼下跟马来讲的语言不是爪哇语，有点类似的那个。这是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就是，唯一是有拉链的。非常学生。
穿，因为我个儿就不高。我把我的火车拉过来一下，我就站着给你看一下这个衣服有多长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长度啊，刚好到我膝盖的位置，膝盖往上的位置。我这个衣服呢，我称到280斤，就是如果很粗壮的话，也是可以 handle 的。对，那香港太热。Hello，Hello。这是这个大衣，接下来体育老师系列啊，体育老师的羽绒服。这个是你们的体育老师上线了，看着我好冷，为什么？我这儿特别热。非常运动的羽绒服，它的充绒量也非常的高，90%，非常的保暖，穿上之后肌肉感也非常的有肌肉感。这外套呢有三个颜色，还有白色、灰色和黑色。大家可以从后边看啊，从后边看的话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倒三角就出来了，前边割块的位置也都是胸肌的位置。哎，透明的那个蓝光。希望我们出蓝光眼镜的，现在蓝光眼镜出了，这是蓝光眼镜，就是保护你的眼睛的。你可以晚上在看手机，看电视、看电脑的时候戴了这种眼镜是保护眼睛的。它这个眼镜它也是四个颜色，五个颜色，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透明。笑什么呀？度数要怎么办？度数。这个蓝光的是没有度数的，就是如果想要有度数的话，可以把镜片抠下去，抠下去之后换成自己的镜片就可以了。但这个镜架还是非常棒，它是撅不折的，非常坚韧，非常的轻，戴上之后感觉就跟没戴一样。镜框在几号？镜框还没上呢，镜框明天上。大家不要着急哦，那个镜框是明天上。然后给大家介绍几款裤子。
这个裤子是非常好看的，这个裤子，哎呦，这个裤子链接是你们能看的，这个裤子那个链接上的照片看上去特别像小悟空，96号，那个特别像小悟空的那个，就是这条裤子。这条裤子有三个颜色，一个是红色，一个是卡其色，还有这个手上的这个是深灰色，特别宽松的一个灯芯绒的一个休闲裤。小悟空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觉得知道小悟空的应该都是比较，现在好像特别年轻的人不知道小悟空吧？台湾人知道吧？台湾人是肯定知道，但是我觉得应该，就是大陆和台湾小悟空叫的不一样，卡卡罗特，对，你看他们叫的都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七龙珠，没错，七龙珠里边的悟空。对，龙珠的那个，那你看96号的主图，像不像那个小悟空？I don't know why I'm so cute。集齐七个龙珠可以召唤神龙。然后下一个要介绍的是一个，就是混线的裤子。这个裤子也是质量啊，什么什么都特别好，反正就是好，也非常的舒服。还有喜欢这种特别舒服的这种裤子的话，就可以看一看这个。另外右上角还是有那个优惠券，有吗？还有，应该是还有。午饭是哪个呀？午饭，小午饭是什么？是那个小的吧？午饭是小的那个是吗？孙午饭。啊，这个裤子是多少号？啊，我孙悟空儿子，13号，113号，这个裤子是113号斤。113号的体育系的混线加绒卫裤，这个是加绒的，就是这样。就长得特别小的那个是吗？就特别可爱的那个。还有我们的牛奶卫裤啊，这个是牛奶卫裤，就是牛奶系列的卫裤，这个要把它穿上。对，刚刚那个裤子是还挺好看的，大家喜欢那种裤子，觉得应该不要错过。这是牛奶卫衣，
刚才的裤子是113号，孙波是113号。这是一套牛奶，行。这个就是一块黑，有个帽子。抖音上有一个人特别迷美少女战士，他就做了好多水冰月的那个剪辑，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这个人。
什么背心啊？我里边没有背心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然后今天就到这儿了，然后谢谢大家陪我直播，祝大家睡个好觉，做个梦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